赢过嘅马咧，一三四五七九十二，一三四五七九十二，跑一千啊，跑一千转弯一千。有两只马初次出赛就六号、八号，六号、八号十零倍到啦。入个 Q 嘅咧就系十一号中华威威，最叻第四咧就系二号风中劲松系咁啦。即系大部分马都赢过嘅吓，除咗只电子彩虹就初跑此程，就六号、八号咧就系初次出赛。咁所以 Michael 拣咧二号、四号、十二号，船里多彩好劲喎，上将。落晒飞咁啊，赢两三个马位好犀利啊！黄俊，即系我谂幕后中到开行都似啊，就系呢一只啦。船里多彩，咁啊一二档二四一对我都有噶啦，咁啊十二号都系啦，船里多彩噶嘛。希望呢啲马房 kick 就拣二号、四号、十二号都好合理嘅，真系啊！即系四号就上次希威森跑第三，而家转咗俾何铭年。个档位又好咁样啊，即系惊佢热得滞咯，从来都未试过热门马赢嘅啲呢个靓虾女。二号咧就系、是、蔡明少换咗去潘顿，咁潘顿试习咧又就试过赢咗出嚟咁样啊。三号银河飞马呢只 ，Jenny 中意四号、十二号，中意船里多彩，直头唔要只二号。我揀二号四号，我揀二号四号。Jenny 中意十二号啊，黄俊啊，船里多彩四号十二号。我要二号四号，睇下点先。二号咧试过上一季咧系短途后上系入位置嘅，咁但系而家呢一个潘顿转咗去俾潘顿骑之后，又试过集，咁可能佢系改变跑法都唔定，佢跟前啲。而且呢只十号电子彩虹咧，呢只马都唔错嘅，系啊希威森咧原本骑只靓虾女嘅，而家佢又骑只十号，有十几倍，十六倍。电子彩虹其实电子彩虹今次只系第四次出赛嘅，佢。之前的赛绩就五五六咁样，都唔系话好远啊，即系喺前五前六咁样翻嚟嘅。希威森，粉红色衫嘅系咩啊？粉红色靓虾女啊，都系粉红色呢只，有个 V 嘅咧就系叫全喜心，有个粉红色 V 嘅就系全喜心。另外嗰只靓虾女都系粉红色嘅。黄志康就中意四号、三号、五号，四号系靓虾女。好多人关注嘅，因为连续都跑到位置嘅，上次第三，前次第一咁样。但希威森又唔骑，即系骑呢个电子彩虹，系咪加够分咧？唔知啦，真系。十一号咧就冷门马嚟嘅，中华威威，中华威威咧就最叻。入 Q 嘅啫，跑个三次，一个第二，两个落地。中华威威，人马合拍有啲咩好啊？人马合拍33% 胜出嘅咧，就系令才嗰只霍宏星合作三次，赢一次，然后就轮到呢、这个即船里多彩都好啊，船里多彩好过令才啊，船里多彩系合作两次，赢一次。即系50% 胜出，而家影住呢只六号天分高，天分高啊！六号仔十几倍、十倍都有飞啊，叫做天分高，从化草集一放而回，我就睇唔到啦，得几好啊！真系准备好嘅呢啲六号仔，落下飞仲好。而家四号大热门，二号咧就系1.9位置，咁然后咧就去到十倍噶咯，即已经吓，即系二号、四号系最热。其实只十二号都几好啊，十二号啊，上次黄俊赢两三个马位噶嘛，真系十二号啊，而家十倍。
系咪真系聚晒落去只四号嗰度咧？就系、是、你影住呢只粉红色衫，粉红色衫有两只，一只四号，一只八号。八号就个就粉红色，阿 K 姐咧就系二四十二，呢三只马好多人关注嘅，二号、四号、十二。上次跑得好嘅咧就系三号、四号、十二号、三四十二。好啦，而家咧就系入紧闸啦。搞紧入闸系银河飞马。算你多彩$98，上次就犀利啦啲飞。好啦，银河飞马搞掂，电子彩虹亦都顺利埋，最后入闸系电脑七号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五场赛事四班一千，一支独秀大热门，四靓下女，忘记举起。随时起步啊！好，你一开闸电子彩虹慢啲啊，内栏就靓虾女啦。咁啊，中间打紧边嗰只就中华威威，外边有两只船里多彩，最出系电脑七号嚟噶。第五位令才，内栏第六咧浅蓝衫粉红帽就风中劲松啊。中间天分高啦，出边橙衫尾五富高八斗啊。后边四只电子彩虹银河飞马全起心啊，包咗落尾嘅嘛系嗰只超额赢球啊。过咗呢个600米段处，外边电脑七号啦，原栏慢慢已经走咗上嚟靓虾女啦。中间第三位咧仲有令才啦，再见到第四。内栏风中劲松啊，咁啊数出去嘅嘛，天份高中华威威，外边船里多彩，后啲先有富高八斗啊，埋边系电子彩虹嗰啲嘛，入正直路啦，靓虾女咧就已经系占先咗噶啦，埋边追紧佢，有风中劲松啊，马林中间就富高八斗，大外当银河飞马亦都上紧嚟，马林中间追啲嘅马咧，仲有呢只天份高出边船里多彩，接近终点，靓虾女咁啊仲系占先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啦，相当接近啊，内栏。有電子彩虹啦，藍衫嘅黃衫追上去，超額贏球。出邊咧，即風中勁松唔夠追啊！特別有電子彩虹上咗嚟，冇得希威森喎。希威森上次騎只靚蝦女噶嘛，而家希威森而家變咗有 Q 喎，點解好大機會有條 Q 收？十號、九號超額贏球，超額贏球係嚟夾硬29倍嘅，臨場仲冷。四號贏咗咯，今季贏兩場。希威森赢咗条 Q 啊！希威森啊，四号希威森上次骑呢只马有位置噶嘛？咁佢就走去骑只十号仔电子彩虹。我睇下伟达啦，即系几威啊！行出嚟啊！我估系四号、十号啫，我估四号、十号、九号啊，应该。只船你多彩撑少少啊！上次跑得好好啊！睇住两只粉红色就啦，呢只就系赢得嘅。嗱呢只啊，呢只咧就系粉红色就嘅呢潘顿风中劲松，哇！一间抢位抢到飞起啊！你睇佢个马喺度推啊！而家富高八斗喺前边，一号仔喺前边，咁而家靓虾女。个档位好啊嘛，摄咗条栏，你都卖唔到嚟啦。咁啊，潘顿呢只马咧就喺个内栏嗰度抢到个位喎。我以为二号四号可能有机会啦，就嗱二号四号系咪前边啦？两只粉红色，但系呢只二号仔冲唔到啊，前段快咗，后段就唔够力。呢只马系要再训练下先啦，系有几步噶吓，冇咗啦。咁只彩虹啊呢只。希威森在前面出了来，九号超额赢球冷门马来的蔡明兆拿过第三名。哇，你看这些 fans 几好东西啊，这些 fans 啊真是啊靓虾女啊，今季赢两次了，热门赢马。四号、十号、九号。四号、十号、九号。200，哇！只九号先冷门啊，真系。电子彩虹啦，位置系34.5，跑第三。
位置 Q 九号闸号都有过千蚊。靓虾女热门赢嘛？